谢谢你为我送上的欢呼与掌声。下午我们去做什么呢？想来看我演戏吗？我会为你预留最好的位置。连喜欢这么简单的事情都要找理由的话，人没有人能忽视战场上的我，同样也没有人能忽视舞台上的我。准备好迎接大幕拉开了吗？下午我们去做什么呢？家庭教师，就算严格一些，也会让人很喜欢吧。